桌了。你这揉的是面还是浆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这做出来的东西还能不能吃？不过如果是你做的，思琪应该会开心吧。季老师，我觉得你平时那么心疼思琪，有的时候就应该让他知道，其实我们都以为是最了解亲人的，但是很多话却说不出口，其实彼此都是在等对方先踏出那一步。向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。把脸给我擦了，一边待着去，我来做，打下手。哦。